这就是鬼门关。我们一直想跟老缅带三国共同改善湄公河的治安情况，这正好是个机会。你可以吗？那就干吧。 诺卡这家伙做事非常隐秘，想接近他根本不可能。我们要小心，绝对不能被当地警察发现。万一出了事儿，身份绝对不能透露。 如果你跟我还要再继续合作下去，你就得按照我的方法。我必须这么做。